有一天早上，环保小天团收到一封来自北极的信。亲爱的环保小天团，我们急需你们的帮忙，我们正在前往阳光市，准备拜访你们。动物们遇到了什么问题呢？我们的家园正在融化。我们的家园正被污染。我们的家园渐渐消失。我们该怎么帮助动物们呢？我们会把重要的理念传递到全世界。小孩子的力量真的可以改变世界。